下一场比赛，下一场比赛的选手现在进场抢攻。我现在公布一下选手比赛场地：高宁浩、李慧纯十号台，金海东、刘丽莎十一号台，孙鹏、金恩瑞十三号台，童雪东、蒋旭涵十四号台，黄浩、崔栋磊十五号台，孔超、沈建明十六号台，王凯、李博十七号台，刘尚军、王武兴十八号台，冯胜辉、寇燕琪十九号台。张俊辉、刘大伟二十号台，赵杰、谷雨鹏二十一号台，王小倩、王玉恒二十二号台，刘文熙、吴江二十三号台，杨如、刘坤二十六号台，陈虎庆、金俊二十七号台，刘淑霞、王淑珍二十八号台，王艳龙、赵飞二十九号台，樊志松、苏玲 TV 二号台，王云、马千里 TV 一号台，请还没进场的运动员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，场地检录。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将您的手机调至为静音或者关闭状态。运动员手机发出声响，第一次判犯规，第二次判负一局。卫生间禁止吸烟，如有吸烟，可以去休息区，休息区在吧台旁。
曹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附加赛1-10组第3、第4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0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高林浩、李贵全。11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金海东、刘丽莎。13号台裁判员金敏欣，运动员孙鹏、金恩瑞。14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童雪峰、蒋旭涵。15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黄浩、崔栋磊。16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孔超、沈建明。17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王凯、李博。18号台裁判员张新路，运动员刘尚军、王武兴。19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冯志辉、寇燕琪。20号台裁判员易龙，运动员张俊辉、刘大伟。21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赵杰、胡宇鹏。22号台裁判员张欣欣，运动员王小倩、王玉鹏。23号台裁判员刘红旭，运动员刘文熙、吴江。26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杨如、刘坤。27号台裁判员温馨，运动员陈武庆、金俊。28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刘淑霞、王淑珍。29号台裁判员刘晓婷，运动员王艳龙、赵飞。TV2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樊志松、苏玲。TV1号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马子怡，运动员王云、马千里。现在比赛开始，微笑场的球分弃权处理。
Thank you.
第二句，苏联探索。
送开始。
苏联太久。Thank you.
时间你多看一下。
Yeah.